这个就是一个纸做的尿斗，一个斗，咁呢个位系长啲嘅，咁呢个位长啲咧就系向下一路咁样贴住身体要排小便嘅地方，咁咧对住个尿兜企喺树，系咁就可以用噶啦，棵树树咁树攞呢个尿兜度，咁就完成咗噶啦。用完之后咧，就系将佢抌落个垃圾桶度，有个垃圾桶。我啱啱咧就试完用呢个尿兜啦，咁其实咧都唔系话唔 work 嘅，咁咧就真系要啲时间去适应啦。即系话晒咁大个女第一次系真系企喺度屙尿嘅，咁但系即系大家最担心个问题，究竟会唔会湿到只手咧？咁其实拎住嘅时候一去咧，你系会 feel 到有一股暖流系经过呢个位，跟住再落到落厕所，咁嗰一下咧，你会 feel 到呢度有少少淋淋地嘅。嗰下就諗緊會唔會流出嚟咧，咁但係最終咧去完都係成功，係冇事，係冇流到出嚟嘅。咁但係要女仔企喺度去廁所，我諗真係要好緊急嘅情況之下，真係先會用呢一個尿兜咯。